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2号晚间突然造访台北宁夏夜市，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大吃夜市小吃。 AI 教父突然来台，吸引大批民众争相拍照，黄仁勋也亲切地和民众合影挥手。还有去看游戏区，有射飞镖啦，那个套圈圈啦。根据目击者爆料，黄仁勋买沙拉船的时候看到摊商很认真，直接阿萨利给了800元小费，另外也品尝了鹅阿煎、冰品等各类小吃。据了解，黄仁勋本次来台，市场推估他可能是要参加台积电的年度聚会，可见相当看重和台积电的合作关系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